其实过去的经验中，就是对英文没有太大兴趣啊，然后又会畏惧英文，害怕英文。直到自己出过国之后，才发现不会英文能力是蛮吃亏的。回国之后呢，我开始想要怎么样去充实自己的英文，或是快速把自己英文能力提升上来。你可以人很多哎，换我 KKK。哎呦，队长，你怎么都 K 不成呢、啊、？Captain， 队长，来，请开口跟我说黄金例句。The captain is the head of the crew。队长是整队之首。有一天我在吃早餐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一份广告，就是 Coco Long 在播那个右脑图像教学。没想到他一个广告，我就记下来三个单词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我才发现，其实学英文也可以蛮简单的。就拿到教材之后啊，我发现还有另一项很神奇的东西，它叫做点读笔，可以点那上面的文字，然后它会自己念英文，就好像一个老师在教你。光凭这支笔的话，我自己也可以拿这支笔念两个小时，我就觉得一天收获很丰富，很满足这样子。学习之前我就有想过，如果假设我在一年之后自己英文可以变得好，那这点投资其实不算什么，所以我是很推荐它。Coco Long 还附送独家0800免付费服务专线，提供您专属顾问服务，一对一制定专属于您的高效学习计划，以及免费线上教学服务，让您不必外出奔波，在家透过电话就能轻松练习。以上影片由 Coco Long 右脑图像学英文提供。